十六岁到开始已经系想做音乐。Physics 系纯个人兴趣，咁嗰阵时就系啦，屋企人觉得我一定要读，如果要拣一科嘅，我就唔想拣系我第时嗰个 profession， 因为我成日觉得你将你最中意嘅嘢变咗做读书，嗰个环境就好易会开始唔中意。算几早已经好清楚自己一定要做音乐。我直觉话俾我听，我唔想，好怕到时如果连音乐都变咗好似做功课要交差咁，好可惜咯。其实每一个物理学家的终极问题就是这个宇宙到底是什么回事，为什么会在这里。其实 Theory of Everything 就是每一个物理学家最后都想达到的。那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就通过物理去理解。没有台剧我觉得是演员的终极挑战。对于我来说，舞台劇就是 actors actors 才可以挑戰的東西，所以很多我的heroes 即 acting heroes， 像 Hugh Jackman 那些全部都是就算做了很巨大的荷里活製作都是會回歸舞台。